大家好，今天用土豆分享一道美食。首先将清洗干净后的土豆插上一根筷子，这样做是为了削皮和擦丝更方便。插好以后将土豆皮削掉，去皮后再擦成细丝。倒适量的清水浸泡下，防止氧化变黑。起锅烧油，油热后放葱蒜翻炒，炒出香味后加入土豆丝翻炒，加适量的清水，加入青椒和小米椒翻炒，炒至断生，加点食盐，再翻炒一分钟。一分钟后即可关火，出锅装盘。一道美味的清炒土豆丝就做好了。吃起来清脆可口，做法简单，喜欢赶紧试试吧。跟着大叔学做菜，让家人开心过好每一天。我们下期再见。